轻快活泼，细腻和谐。潘氏姐妹用钢琴对话，展现绝佳默契。梁乐明领军的铜管五重奏端出拿手曲目，台下观众听得如痴如醉。澳门音乐节除了广邀世界顶尖大师登台演出，在地新秀也站上舞台一展长才，表现毫不逊色。以舞曲的主题来庆祝30周年，可能感觉啊风格每一首曲目都不是太一样。因为我有jazz 的部分，也有一些加拿大的民谣，然后听起来的听众都比较轻松。几位青年音乐家站上钢鼎剧院轮番现演，彼此擅长的乐器不同，但出身相同，都是在澳门长大的，就是回来呈现一些成果给大家看。一种使命感，我觉得我要把我学到的东西，然后出一份力量，去把现在我能学到的都带回去澳门。近几年澳门拼转型，艺术节、音乐节各个做得有声有色，打响国际知名度，在地音乐家也扛起使命，要让文化素养向下扎根。记者胡志新、刘亮亨，澳门报道。